李祖、周一围、柳岩、凌霄素、死亡之组、冯玉刹。期待着你们更精彩的表演。为什么我拿到头名状，大家都一片死寂啊？排排吧。拿什么保证？账上这颗人头保证。你干什么呀？大哥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怎么不给我解释清楚呢？